非官方预估数据显示，本地上个月的非有地住宅转售价整体环比微跌了0.3%。新加坡国立大学发布的房地产价格指数预估数据显示，同一月份相比，本地上个月的私人公寓转售价整体微跌0.3%。当中转售价格跌幅最大的属不包括小型公寓的中央区单位，环比下跌了1%，中央区以外则上扬0.3%。小型公寓转售价格滑落0.6%。